然穿越回80年代，遇到了年轻时候的妈妈，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我要找一个能让我妈更幸福的爸爸。你看你这眼上面肯定是外容印象，条件都是摆着呢。为了找到合适的爸爸，我邀请了一群男人参与到这部电影当中来。爸爸的特质一，能吃是福，整整齐齐才是一家人。我这人又比较特殊，就是厂长的儿子，瘦一点，干练一点，我可能也减了那个6-7斤了。你一共就减了3天。人家跟我拍一场戏，然后转身大喊了一声，从现在开始这个组里谁都不准减肥。那减肥这咋办呢？我就减了没这个戏老得。爸爸的特质二，要与人为善，给孩子树立起榜样。我是完全凭借着自己的声音条件争取来的咱们全场唯一的播音员。我同意，播音员非你莫属。能不能闭嘴？我的嘴疼了。爸爸的特质三，言听计从，满足各种无理要求。生气，我这是一点用不着，不知道你们受冻了，干什么？在家待会儿。当然，爸爸的候选人也不止这些。你能跑快点就快点。那行。你有没有看到我这个胡子这个特别细？那妈妈的选择会是什么呢？我都要。所以爸爸最终会花落谁家呢？大年初一来电影院里揭晓答案吧。